Stupid Marie! I think because of your call, Shadir on the inside may be no longer to exist. Take down Xiao Jian in 10 minutes. Got it. 孟凯，去帮我查一下穆沙耶夫，还有那两个电话号码。 你利用了我，这叫愿者上钩。你为什么要替穆沙耶夫卖命？ 难道就是为了钱吗？我曾经是一名雇佣兵，因为一起陷害被重重追杀，是穆沙耶夫收留了我。所以你就要替他卖命？那我还能怎么做？我没有办法，我要活着就得替人卖命。不杀死你，我就得死。送去医院，谁让你来的？我是来赎罪的。对不起，这段时间我特别的矛盾，我几次都要杀你，可你还救我，可不知道我自己是恨你，还是爱你。 抱歉，用这么老土的方式祝你生日快乐。可我就是个粗人，就不懂啥叫浪漫。但是情真意切，不过你生气也好，那你可以来泰国，我可以给你当拳击靶子打。嘿嘿，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。这个里面。 再卖一个给你，你会怪我吗？不会，真的不怪我。我从来没怪过你。哎，你怎么会加我微信啊？缘分呗。嘿，你就不怕我没女朋友？我怕你追不上我，我会的特长特别多。 泰语啊，网络
网络 IT 啊。哎，那巧了，我们公司啊现在正在招网络运营主管，而且还就是要到泰国。这么巧啊！我刚刚吵了我老板。天意呀、啊，这真是缘分啊！难道说这是老天爷故意安排好的？那看来我还真得要追你呢。哦，那你试试看。真的不怪我，我从来没怪过。Thank you.